我了，我看一下。我没有想到，我好难过。想不到，因为两分钟那个。对，就两分钟那个。他们选凤，对对对。而且他们是那个电影的。对，这是一部，其实它是一部很有名的动漫作品所改编的电影，对的主题曲。对。动漫。有没有想一下，《鲁龙金天喜》。哦。对。为什么讲话那么有磁性啊？有吗？台湾翻作《神剑闯江湖》，对对对，也蛮像《神剑闯江湖》。可是我比较喜欢它原名，它原名叫做《鲁龙剑戟》，然后那场叫王景龙中年《明治剑客浪漫谈》，对对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。如果看过的话，可以再看一次，真的很好看，热情推荐。那一场串是谁？啊，是啊，我其实我个人喜欢那部作品，就是出北海道片的。听说最近要出续片《北海道篇》的样子，对，效果要再重新连载。对，如果说这部这部作品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追一下，真的好看。我们来这首电影版的，由欧巴跟老师演唱《The Beginning》。Just give me the reason to keep my heart beating.
没有我，我是如同。